一名孕妇在社交媒体贴文宣称不满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受封 Dance Lee， 结果因为涉嫌侮辱国家元首而被警方逮捕调查。宾州总警长拿督许国政指出，怀孕6个月的32岁女子早前发文，内容不止提到林吉祥在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华诞当天受封 Dance Lee， 还将他牵扯到513事件。警方因此在上个星期二，也就是这个月13号，到威北警局逮捕女子，同时充公她的手提电脑、手机和电话卡。不过由于她怀孕，警方批准女子保释外出。案件援引煽动法令4之1和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调查。